小钢炮梁恩硕搭上小毛彭新颖，两人默契十足，对战马尔蒂夫组合拉希德和安梅，以6-0、6-1痛宰对手，轻松晋级16强。年仅17岁的梁恩硕，身高不到160公分，跟经验十足的彭新颖是第一次合作。不过梁恩硕小小年纪，已经有大大的抗压性。世界女单排行冲上277名，也是这一届亚运的新台湾一姐，顺利拿下本届网球首胜。讲话好笑啊！不是长得帅啊？长得也帅、啊。没有啦，压力很大。你跟他搭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心情？因为他年纪还蛮小的。年纪小，但我觉得他的成熟度还蛮够的。对啊，面临这种赛会，我觉得是不会有太多的紧张或什么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他表现的就是很出色。两个人第一次搭档，但双方已经好到可以互亏搞笑，也减轻上场比赛压力。梁恩硕说自己平常心上场，很开心拿下首胜。不过下一场的对手实力坚强，不容轻忽。对，但下一场我们的比赛可能就比较硬一点，可能会对上我们赛会第一种子。对啊，所以我们这之前我们要做一些准备调整。所有对手都很可敬啊，都要用尊重的态度去面对。收起玩笑心，开始调整下一场比赛心情。彭新颖靠着丰富经验，搭上梁恩硕的机敏反应，首场比赛就旗开得胜，也成为这次亚运的夺牌关注重点。亚运联合采访团，巨港采访报道。